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イシェカギ館 QTR サーフシャーク这开我流汗了，三个人被请阿等呢，我们是给他请阿舅哎。好了，好了，接下去哪里？应该你问我，就我问你，啊，都一样。今天要去赛马的那个叫什么车厂？不是，应该不是原厂吧？是啊，是原厂。我们今天要去赛马的原厂，让他检查这一台，我去台中收回来的这一台是9000啊，9000的没错吧？对，9000的。对啊，去那边鉴检一下好了，看要花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要换就换掉。对啊，他会不会说？我觉得你车该换掉了，这样不是最快吗？我建议你直接换一台。对，我们现在展示间那边有很多车，要不要先选一台？对啊，好脏哦，车都没洗。现在，对啊，你竟然没洗？不用洗啦，都要换一台车，感觉开十分钟而已。导航还说什么要开25分？他会算你的开车的习惯。哦，所以他算我的习惯，他要开。所以你要开20，我们开10分钟就到了。感觉快到了，这是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哦，真的嘞！哦，原厂，我靠 ，SAAABA， 那，啊，我们可以开进去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这种车开进来应该是 VIP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花很多钱。啊结构性的部分看起来还好，嘿嘿嘿，对，那只是说，毕竟用久了难免会有点小的，还好啦。所以大致上应该还 OK 哈，对吧？以一台20几年来讲，应该算不错了。因为目前像这个引擎脚也是啊，你看它这个都裂了。哦，引擎脚。啊，这个车子有在顾啊。你看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它拉起来油池，整只都是很干净，有些会有一节是那种褐色的这样。对。那它这台跑多少公里？10几万而已，17吧。哦，17。对，应该还 OK。对，这是刹车油，刚刚在检查刹车油。哦，刚刚第一个拉的这个是哦机油。好，哦，啊，刚刚第二拉的第二个那个是变速箱油，这个绿色那一个。刚刚被挡住了，真找不到了。现在在看的是那个动力方向盘的油。大致上看起来还算完整，对，因为我从上面看起来还蛮干的，对，它不会说哇油漏得很夸张这样，到时候还要等一下会再写个清单，好，会另外针对行车第一时间有比较建议有什么事情的，哦，会跟你稍微再提醒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看起来这样，欸，1995年的好一个萨瓦这9000，如果以分数100分来讲，它的评分这样，对。是这样子的，如果说撇开那一些消耗性的零件来讲的话，这台应该80分以上还有。80分呢，哇，对，很高啊，对啊，把这些再弄一下，可能就分数就更高了嘛。其实我只有跟你讲到这一款漏油，其他几乎都还没有讲到嘛。对。那也就代表说这一台的结构性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有些人说，啊，这个车已经20年有没有材料，已经25年了，哦，超过26岁，人家还是有材料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放心。现在在检查那个来令片，嗯，对啊，里面的检查碟盘啊，刹车皮，对。今天好像是来上班。OK， 你要跟我拍照。啊，对。从我一手到现在都是在这边保养，他那个师傅哈，哦，那一样的嘞，一模一样的。我对啊，我等一下给你，yeah. 我这杂志也介绍了。这个东西刚刚没看到，这里哦，三脚架，对啊，哦，修护啊，我换修护的椅啊，对，有没有？有哇，然后像这边有没有？这边你看到有一点点漏油，然后包含这边是那个降档线在漏油，嗯哼，对，看到有看到有，那个是变速箱的后盖在漏油，哦，后盖在漏油。然后排气管的部分有点生锈啦，但是不影响。哦，对啊，我看到这边，没有看到，对。
会啊。这个会影响。大家跑一个来哇。哎，不要紧。那这边我有先跟你注明了，引擎后油封有点漏油，这个，那这个就是这里，这个好。哦，那目前来讲，因为这个处理的公司比较大，要整个变速箱全部要拆，我知道都要拆。那目前以我们的评估啦，就是说可以暂时先不用急着处理，因为它整个的费用会稍微高一点。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说，这个零件的部分这边有给你写个重置啊，因为我们帮你评估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比较省的方法帮你处理。哦，好好，好，所以用这个修了。嗯哼哼、okay ，重置的是去用那个化肥，在压接，我知道压接的嘛，对，压接、嗯，这样对你来讲就比较便宜一点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是，可以，耶。稍微补充一下，因为这个毕竟是估价单啦、啊，那理论上差异性应该不大，不大就对了。对，那只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，可能因为在拆装的过程中。我知道，我了解这个东西。对，因为假设如果再拆就发现啊，比如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或堆加，会有对。这个要先跟你說。好，这个应该我知道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对啦，原则上你在拆装上状态还不错、欸。你看，副厂长感恩欧乐啊，这台买我给你买，不然您头家看一台安怎？对啊。OK。对啊。啊，这样有费用吗？这个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是说今天这样有没有费用？有。嗯，没有费用。没有费用，好。还好啦，帮我看一下，四万而已，四万多而已。啊，真的？对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OK 哈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。好。耶，哎，拖很久了，这台。啊。大宝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处理了。你看，疫情前拖到疫情后，对吧？本来没有灰尘，用到都灰尘了。你看，连加气站本来加气现在都拆掉了，没有加气了，你再拖下去，搞不好连。加油站都没了，对啊，就没了就不用修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不要再拖了，我们今天要开去内湖的原厂，赶快处理了。当时检查什么你还记得吗？他有开个工单呐、啊我忘记了。你没有带？苦瓜妹，找苦瓜妹拿就好了。他今天要去维修。对啊，今天去处理了，不要再晒太阳，等一下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对啊，好，走了，到那边集合、哦，先在门口等我。好了，对，到了，到了，然后跳回来就到了，没有了，就很近啊。其实内湖就离我们那边很近啊。对，他要再整理好就浴火重生了。嗯，整理项目呢？我不知道。所以车子要留在这里。对啊，啊不然呢？啊不能拍。他可以拍吗？不行。不然你问他。对啊，你可以问他。不行、啊。然后就开进去。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好，走吧。啊。耶、yeah, 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怎么样？啊，以前讲有救，好是我厉害的哦。底盘那都还好，那都现在目前哦，人机要先看一下，看是不是压缩机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嗯。哦，还有一个那个发电机。对，发电机。对了，你还记得？我记得、啊。发电机，用发电机应该怪怪，要查看。就是说，这两个没有先弄，你把底盘弄再好都没有用。嗯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冷气可以吧？不行不行。啊，不行了。哦，真的很热啦。对，刚刚开过来就很热。哦，冷气、压缩机，哦，这两个本来没有算在里面，要做这两个，哦，嫌它报价，大家就要看你要换全新的，还是中古的整新品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哦，到时候跟我们报价。啊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进去拍摄。嗯。对啊，不然好可惜啊，不然里面还蛮多东西的。对啊。我这边机卡插下去拿出来了。啊、哦，不行了、啊，可以，对对，看到的是我看到拿出来都是色色的东西啊，不行了、啊。那、啊、之前多少钱？记得四万多，我靠、啊，所以要再增加预算，一定的啊，我觉得应该花个六万吧，我觉得啦，六万呢、啊，不晓得可以走出这个大门吗？拭目以待，我觉得，如果加冷气，我觉得应该蛮困难的，我觉得冷气、压缩机应该加起来应该来个。八万的吧，没关系，等他报价，搞不好很便宜。他说啊，这台刚刚报废拔过来，对，赚到了。要留车吗？都要留车啦，对啊，等他报价，所以我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好，走吧，走。现在皮带盘油封换好了，可以顺便把它清洗。皮带盘更换完毕。方向机的轴承坏掉了，所以现在要换方向机中线轴承。后来换一边，这边换一边，我头来去
是。发电机准备安装换新装。发电机更换完毕。现在要准备更换降档线，现在在拆卸工程。水箱加压测试。拆下的后装袋，更换后装袋垫片。现在更换电力箱侧盖子孔垫片。那里面有喷？一张是怎样？为什么又是他？他长期合作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们什么时候降价了？我没有降啊，要集满六次，他就一次给我们。这样一次给我们是不是？啊、没关系，一千也是可以的。哦，来 ，Surfshark VPN， 好不好？拍摄概要，我们需要再抬头呀。Surfshark 是一个私人虚拟的网络服务，是非常适合台湾人使用的 VPN。VPN 是一种可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私人网络，让你更安全的使用网络哦。还可以跨区收看所有所区域的影片，比如网飞、HBO 等串流影片。不过这次要强调的是，可以不限数量在设备上增设一个 Surfshark 的账户，这就是说只要你办一个账号就可以给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小三、老婆、女朋友、男朋友、路人等通通都可以使用， CP 值非常的高。对，没听错，就是 CP 值，台湾人最爱的 CP 值非常的高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装了真的呀！啊，你就有装了还问？好啦，废话，好康就是要给大家使用，好不好？那所以他意思是我们公司装一个，大家就可以用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申办使用我们频道折扣码 SSCAR， 或者直接输入频道下方的网址，你就可以订购，而且获得一期的优惠之外呢，还加免费的三个月限时优惠，错过就没有了。假贺大小伙，打开赶快去办哦！哦，可以吧？那我们继续估车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再次鍵館。QTR サーフシャーク。好了，泰山没得。哎，萨巴千万。啊，萨巴千万，我想说你忘记怎么讲。萨巴九千呀。九千 CD。我花了多少钱？花了很多钱。花了多少钱？等一下工单拿出来给你们看。哇，我先揭晓一下，怎么样？我靠，加厚一点。啊，到底能不能玩这种飞机啊？哇，哎，不对嘞。这个比我们买车多几倍了，我不知道。那行不能掐住高代，特别高代，余工长爱高，这个爱他的人，对，交给他。爱他的人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很爱他，我们现在超爱他，把他弄好了。走吧，开机，花钱就是爽，对吧？开机的也送，我看比我的手机还厚了。哦、yeah, ，这是换下来，换下来的。对，我们回去等一下再分类给你看。就这些，对吧？又可以再站好几年了啊！太赞，对，又可以再站好几年，真的，对啊。接着起，咱因为一不耐油啊，现在不能断，断了会掉下来。这种等你。好，这都换这个，对，是上支架的铁套，哦，这个已经讲，嗯，这边，哦，这个整个要拆下来啊，发电机在这个地方，哦，五块钱，有看到，有，哇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我鼓掌，哟，好，爱护钱，付钱了吗？爱护钱，好的，好，今晚不喝老啤，不然他第二天打啤，花钱不能喝，没有花钱的时候才可以喝，好，你上次来看的时候就有喝了。所以别再超过，所以我刚刚都是这样走的。谢谢啊，谢谢厂长，谢谢。谢谢，厂长我走了。一我同生的。哇，
开了果然不敢换了。安怎？伊个船老板换，这么冷啊！哇，好冷哦！回来了，开啥哟？算好不了单呀！一天来中了阿边货，是吧？对啊。好，好了，那就是请假。一转就请假，直接可以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用谢我，对吗？哇！他说有一条那个热水管啊，我这边往那块哇，送回家那一哇，这边已经膨胀了，有没有？嗯。可是那压力的话更肥，所以快爆了。哎，他攻几条？哎，哇，什么鬼的歪啊？有没有？是吧？就歪了，换掉。就是这一条。对啊。那这是什么？哇塞，肯定就是油封吧？对啊，油封。那这种别亏了，是吧？有啊。啊，这啦，这把是油封啊。啊，都断掉啊。对啊，是吧？这就是掉了啊。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嗯。哎，你看，这三个鸡啊，哎。其他我这个土啊，你哇，我种利益啊，哇哇，这么几条，这么是，这四条钓了四个，嘿，和尚头两粒，两个灰熊头啊，还有一个玻璃膜，哎，啊，这有什么油封的啦？就这些哦。对，还有几个垫片，对吧？几个垫片。那发电机呢？发电机在新的在上面，因为它旧的要回收，嗯，可以再折，比如说折2000，折几多少钱掉？哦，就是就比较回收，回收他们就是把它弄到好，修好之后就良品就可以再卖。啊，有工单吗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哇塞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研究一下。嗯，伊即马整段恁起无练，伊有用啊？哦，三脚架的固定嘛，刚刚那个就是三脚架的固定那个，啊，都引擎上支架两个衬套两个，自动油管短的一条，暖气水管，哦，发电机总成。什么是强迫降档键？哇塞，就是让你强迫，就是应该是排挡线吧？觉得啦，就是排挡线而已啊，应该是啦，唔丢，大家在指教，那刹把我不熟啊，我知道小时候他跑很快而已。你看，满满一张，啊，一张，还有不够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你看。后面水管清完，扣这几台老架，它撑到现在了。反正就是该换都换了啦。哦、外表它有帮我们清洁，里面也有。啊，那个听不到，没有吧？应该不回它啊。其实他第一次检查，他也说真的都不错，这些他之前都有换过了。他说以这个老车来讲，他已经大概如果估价，应该不是估价，都是大概评比，大概分数大概80分了。嗯。那、啊、我们今天就弄好。我忘记问几分了，就85分，靠要开啊！看这是几个给我分的呀？早知道就不要花了哈。我那灰也是 OK 了，零几都一样啊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有水啊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哇，够冷，够冷，超水嘛，就水。好了，大家就这样，花了蛮多的东西，这个没有办法去讲解，有些东西看不到，比如说像油封那些，也要说明一下，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没办法在那边拍摄。对，比较可惜的点是这样了，对吧？不然他们太装的话，可以拍到会更好，哦，技术可以传承的，你就不会看一下就好了，哈。这种车没有，这种车，比方说你如果坐秋车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要怎么拆啊？对他们来讲，看一下就会了。可是这种车真的有很多年轻人搞不好不会修，对吧？那你会修吗？我不会修，不会修，这种车随便一修都车价好几倍，好恐怖啊，哈。OK， 对啊，那时候买多少钱？我忘记了。反正一修都是车了好几倍啊，3-5万块的东西一修都超过这个金额了。但我看材料费还好，其实这个工资啊，一半是工资，对啊，大概是一半是工资。其他材料还算不错，没有很贵，工钱比较贵。走，来加比利，能玩的哦。好，再见，我先回去。先回去啊，这一台就是那个，哎，看一下9000GDE， 好。哦，这种车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啦。哇，现在变超漂亮。对啊，跟去的时候。咱企业人都无说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难怪收费比较贵嘛，麦达，对，都直接帮你处理了。工钱就是这里的。对啊，哦，工啊，丢了。美容车大概2万了。对，好，你看，真的，你看铝圈都帮你洗得很干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工钱就是在这里了。对啊，喜欢的就不要再迟疑了，赶快来买。哦，喜欢的赶快来买，不然就被别人对，已经开进别人的车库了。从三重把野马开回来也是没有拍的，怎么拍呢？在车上，在他们店里，不知道都不会怕啊。
你有感觉哦？我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不会怕啊。我来看干拍嘞。黑了旗哦，不知者无罪，不知道的人就然后就永远不怕。今天怎么啊？开车大家都看着我这样。对。再世界观 QTR サーフシャーク。